安野坊第六街，安野坊第六街，工部后来在此处建成了小波律师馆，就是省人要有消息，可确切，京兆府密信。你又是如何查出的？三女查完得知。三女此人还算可用。张小静是如何被金銮寺选中的？大案读书。 平康方到此处，邀功走了半个时辰，去哪儿了？金兆府，我就想不明白，张小静，他亲手杀了自己的暗桩，又自断一指赔罪，啊？自断一指？对。难道他只是为了给金恩寺查案？你又不能给他什么好处，他凭什么如此薄命？不合情理。 他的注册经历我看了，杀三十四人那一段说的模糊，我就到京兆府找朋友聊了聊。张小静能一举击杀凶火帮34人，原是为了复仇。凶火帮结伙骗几个百姓到茶楼会谈，待人家一进门，就逐一将人刺死。死者其中一人。 程曦不两人常见张小静出入此人家中，似乎两下交好。此人名叫文无忌。你也查到了，此次查案，张小静如此薄命，是不是另有所图？ 张小静的注册经历。 为何对其罪有语言不详？这些年，我当卷宗案牍，大不如从前，都记得疏忽草率，语言不详，四成不是不知道。那徐主事怎么知道张小静符合我的要求？不是徐某知道，是大案多数知道。不能再等了，我们必须现在出发。我是官府的人，我有内情。 江湖的丑闻，别想拖延时间。王哥，动手！好。空山，王哥，你中了长安人的诡计，你是傻子吗？我的女儿只想着她将来过好日子，王哥，她没你，不要碰我，我们还没有，我们要继续活。 这是圣人的事，再大的公务也得等。